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呢是金力杯第六届海峡两岸争霸赛第三轮的比赛。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唐伟昕九段和柯洁九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晓光九段。刘老师，您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这个争霸赛啊，是总共有四个人参加哈。除了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唐伟昕和柯洁以外呢，另外两员大将是十月和中华台北的周俊勋啊。对，他们下一个是单循环单是循吧？环这个赛制呢，就是单循环，那么到最后看谁的胜得多，对，是这样是吗？的，然后排除序列就是名次是这样，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柯洁跟唐伟昕，对，是是的，吧？这个是最后一盘，也就是第三盘，第三盘，那么那边呢，就是最后一盘，也是十月对，周俊勋那么之前呢，他们每位棋手的战绩都一样，都是一胜一负，所以到了最后这个冠军所属啊，依然是扑朔迷离的，要看最后一盘的发挥。好，好，这盘呢是在台北下的，对，是是吧？的，好，唐伟昕之黑，柯洁之白。那么现在我们来给大家介绍这盘棋，现在是之黑是唐伟昕，小目，白棋下的这个白棋，棋下的是辛未，对，然后下一小个，目，对，在二连星，对，那收大飞手大脚，飞手脚，然后挂角，拖一个，这个。相当普通的，看要么搬，要么走大雪崩，是这样啊。他是走的这个 他下的雪雪崩崩行，行，这个应该都可以，都是，都每个人都下过多次的，就走的一个这样，打吃也没有去继续雪崩，压一个那样就是雪崩，这个就老一套路，这个肯定是也是没问题的，下是的吧？特别多哦，下的这个特别情多，况。然后接下来黑棋，您看下的在这条边上应对该对如对何对，行棋呢？一般，这个分头啊挂角它太多了，他是走的也是挂角，他走的是挂角，是。这个也是比较常见，这样的选点呢。要摆起来，你要是二尖低加一尖低加，这个选点非常复杂，双方也是走的相当普通的，那就是小飞，柯洁应的特别简单啊，他也不在这儿夹击对，啊，他还是看重外面这条边这边的配合对，啊，这边呢，这他觉得分了就分了啊，也不如是果特别拆大。三的他会打入，他是拆的二，然后就让白棋。走这个形状也是还行，对，然后黑棋就这么飞一个，大家这个形状呢，大家经常能看到是个非常普通的常见形状，你要说哪一方一定好也说不准，应该说这喜差不欢多，差不多是吧？布局普普通通，这个都是常见的，反正棋还早得很，还早。这个现在白棋守了这个角，守了一个想角，飞，再守角。这个赛事是贴几目的？这个这是贴三又四分之三子，三用十，中国规则跟我们这一样的啊。对，对，但是他用时比较快，他是每方一个小时，一个然小后时，一次一分钟那读比较秒，快，只有一次不能超过。非常快的快棋对，了，就是快比我棋。们的联赛要快很多。现在黑棋这个选点在什么地方？这是不是容易想到，比如说分在头，这儿分头一个？对，分头是非常常见。是。你是拆二，他往那边走，这个都是非常多的。他们觉得这样普通啊，他们没有这么下。他们想走的，看来是想走点新意的。两个人老对手，棋路都非常熟，对方下什么，都知道谁的特点多，怎么样。哪个地方强，哪个地方喜欢偏好什么，他们都互相知道。现在呢，他是走没走这么普通，他是走那个辛未抢在那个地方，对，他先拆这这个，个这也个，是也算大场，也算大场。你说哪个好很难说。那他白棋拆白了棋这个，拆二，在这不儿，是拆辛未，辛未，在这个地方拆。黑棋这个时候呢，没往那面走，他是走的
他直接打入了，直接打入，这个打入当然也是一个点，但是呢，往底下，对，这个也很常见，对，在这个地方，对，清分一个，这个、这个、二四清分，对对对、哦，对，这个也很多，这好像比较容易想到，因为觉得好像人家这个星位小飞手脚，然后拆了一个之后嘛。那我就往这些脚上把这个这个子没有的时候，那个都很多啊，这个没有这个子的时候，就经常是往这个地方下是哎，这个他没选择，嗯，是唐文星也没选择，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这个布局啊是比较难猜测的，嗯，布局很难猜测，每个人思路不一样，对，确实，你说他一定好，一定不好，不好下结论，你说那个漏和这个打入哪个不好？我下不了结论。现在不管怎么说，他是走的这个。实战是打入的。哎，对，打入，打入，在这儿总是可以的。嗯。哎，你要看你怎么硬，你要砸定了，他再漏一个。嗯。他白棋没有，白棋是走的小尖。小尖。他觉得你既然不从这儿漏进来，哎、对那我就先把脚守住。这个把这个手，这个不管怎么说，三这个是个常见的一个好形。嗯。哎，公认的好形状。现在他往前跳一个，上跳、啊、跳一个，对，往前跳白棋呢，这个棋他是飞一个，在这儿对、飞一个，然后他往前先飞出去，对，那白棋又这个紧追过来，对，这么追怎么样？这个追也很也有喜欢尖顶的，嗯啊。但是这个飞呢，就压着头往中央走。嗯。这柯洁还想压人一头吧？想这样。他就是想把头伸在人前面。对。然后就比如说黑棋往前贴，他就那当然这个好。那哎，这是白棋希望的，很高兴，对，这是希望的。他希望走成这样。嗯。但黑棋不会。他不会这么跟着他走的。黑棋这个时候啊，他下的我认为还是挺好。那先点了个三三。对，点三三。先试试你的硬手，这是特别，就是说，这等于是一个定式型的。这在这个地方选择方向还没定的哈，是往上压呢，或者跨断呢，还是飞这个呢，都没先点一个看你的硬手。嗯，这个比较好。因为作为白棋来说，在这一代也没有说一招就能把这三个子，你说我把走一个我就把它吃了，好像没有这种招法出现。对，这个点三三，如果你不硬的话，接下来这黑棋接着走的话还是挺大的。对，现在他还是直接硬一个，对的，就是、先挡住，然后黑棋又尖冲了一下。对，尖冲一个。看黑棋的招法。点一下再尖冲，那点一个再尖冲，等于他都走着了。我觉得你看他爬实战，他爬是都走着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点完了再尖冲，我是不是可以考虑不要爬了，就不走了是吧？反正这儿有个子了。哎，对，有个子可以考虑什么呢？考虑是这个地方怎么走？如果走的稳当一点，就走这个贴回来的话，黑棋应该要硬吧？被扳断太大了。对，这个贴回来自己的形状比较硬了。是，这样不知道他是怎么硬的。这个可能你要老实的就退一个，不是，我不知道唐伟星他肯不肯退。对，这两个我觉得就便宜了。下一步是爬一个，是尖一个，我都可以考虑，可选，可选，甚至可以拐一个，对，都可以。你再爬一个就已经便宜了，再走着，再走着就便宜了。能走着的话总是好的。对。贴这个我觉得是个本型，说这个地方爬一个这个棋呢，它这两个一交换呢，黑棋就算便宜了，它不会再长了，对，实战它就跟着硬爬一个，跟着硬呢，这个棋呢黑棋就不长了，对，不长了。不，这个是接下来的黑棋的招法，我觉得有点意外，您觉得意外吗？比较强，对，下的太狠了，这简直是。他比较强，大部分的人看到这种形状的时候都想着自己应该怎么连上。大部分人呢会自身呢这个棋也很薄，他就是弱一点的话，比如说飞一飞啊，或者怎么跟着联络，形状比较好。这个地方还要小心冲断呢，这个他说不定这个地方有的
走一走。对，他走的比较强，这个符合唐卫星的风格。唐卫星啊，他是一个力量期，他直接就把它冲断了，直接冲断，这个是确实有点意外，厉害，觉得这里有一个接应的子，我就可以跟你战了，这个厉害啊、这个！因为觉得这外面本来都是白子，然后就这样跟他战。那回过头说，那个还真是应该贴防一下，知道因为他要冲断是吧？唐卫星这么强啊、喜欢这样的话，应该知道他的这种，好战性啊，还是贴一个。守一下比较好。嗯，贴一个，我看黑棋退，好像这补起来比较麻烦，不可能挡下去。对。但挡下去被人家扳断，这受不了吧。对对，那就太大了。嗯。而且你挡下去，这两个就是损了。嗯。现在那就是面对作战了，白棋。这白棋既然是战了，那也没什么好退缩的了。对，要走这个，要走这个，长一个。对。那双方那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战斗。跳。在这儿、跳这个，跳这个好还是贴好，我都不知道。这个但贴住是吧、这个跳一个，这样的话，黑棋这么冲断也很有利。嗯，不过这个战斗依然是还是挺难解的。难解。然后黑棋往上跳。对，黑棋动手，那这个都发挥了，这个子跟这个子都有用，都有用的。啊、那这样是黑棋。这个冲断应该说是，比较好的、有力的手段了。嗯，他因为都是发挥了这个手段，前面这个做的铺垫都对了，就是白棋这个被他冲断之后，这个就是力量了，双方拼力量。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了。拼力量，关键在于你怎么才能把这个棋给处理好。对。让自己占到上风，这个是很重要的。现在白棋要求点断他，你这个他要追究你两个大跳的责任，说你这样你就算连上了，这个不行。哦，在这个地方，这个都是反正就是拼命对，占了呗，就是。是。他也不这个先压，在那个走。他贴回来。对。接。这个形状上，效率不是那么高。嗯。但是呢，也没办法，这个棋走别的呢。他怕，也并不好。嗯，如果俗一点是长啊，长粘上那给他搞断那个棋啊，那么直接作战并不见得行。现在走在这儿呢，他就看出来啊，这个地方要挖，这个地方要贴。对，你看怎么走？必得其一。必得其一、哦。你看你要走哪边？对，这个也算是一个局部的好棋。是的。你。两头的你贴我挖了，你粘的我这一贴，黑棋的形状也不好办，所以黑棋在这个地方马上走啊，也不好走了，也不好走。这两个选择你走哪个都不舒服。白棋这个也厉害，柯洁啊。那么现在白棋走出这个，黑棋该怎么应对？一般的情况是觉得这个你要处理了。得赶紧赶紧想法做活啊！不做活，这四个字怎么办？不能被人家连根儿给吃了吧？这太大了，应该想想办法了。比如说这底下怎么飞是最常见的啊？飞是常见，这个是飞是最常见的。先在这儿赶快找眼位。飞你一尖，我一爬，再一飞，这找眼位就行了。对，赶紧做活。对对对对，这个是最最常见。因为这黑棋外面的形状还是挺结实的，它断完了，然后一跳，这个也爬到了。没有什么不满意，就自己把自己做活就行了。对，嗯，这个比较普通。是，他没这么走，他下得特别狠。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他下得特狠，相当狠。他可能也许飞完了怕人家冲断还是什么意思？有可能。他们走想法不一样。他下得很强。他先小尖这个。他这个难道是让你长完我那边飞两头飞再活都便宜完了？有点太过了。现在他尖一个，这人家能答应吗？这样他你既然不飞了，那白棋该走了。白棋咋顶？对你这个眼见的有个飞的不走，走得很强，那么黑棋还在这儿搬一个。对呀，这个厉害，太狠了。他想啊，我假如弃子，你如果把那个挖断，白棋现在挖断，他大概可能啊，拍一个，这拍一个是先手了，总至少拍一个，他大概贴回去。这再下来，嗯，那就干脆弃掉，嗯，弃掉也是也可以，这弃掉当然也不错，
但我觉得黑棋会不会还有点别的想法？比如说这里面飞下来之后，利用这利用这个，你这个也搅和一下，你这个也不见得行啊。哎，这样转换了，这就是。嗯，他没这么下啊。白棋可能觉得被他拍一下还是不舒服。他那边没有挖，他就是走的是退一个。他单长。单长，对，单长呢，这个棋呢，就是说你黑棋处理啊，也。你的怎么处理呢？看起来很危险。看起来是很危险。对，如果你只是粘一个，被他贴一个，这样。对，如果这样，那都给他吃了，那白棋也很满意。嗯，那有点大。因为这一吃啊，这个都是变厚了。嗯。不管怎么吃了也不小，他不肯，那就只能想办法活。他们下的都是比较强，对，我觉得这太敬佩他了，都很强。这里面他居然能这个形状，觉得线横靠一个，靠一个，对，靠一个。我如果搬是什么情况？您搬底下吗？搬底下他肯定唬住。唬住，那我再打，再拍实他就唬。他就这么来，那肯定是这样。反正我这先便宜完了，我就给你做劫。对，打这个劫，也很。等你打到你粘上，我再拍了，那就不一样了。是，他没有这么，他本身这儿有劫，是吧？给你硬撑这个劫，他没有白棋没有，就怕你给我做劫，他没走。这黑棋如果能拍到一下，底下应该能做活了。应该是像是活了，这是你粘上这儿打完这儿冲完这儿尖完这儿还能猴出一个，这儿猴出一个眼，这儿上面能摆出一个眼，对对，借用能刚好有眼。那都便宜着，能活，就打劫，就是说，他反正黑棋也轻了，他白棋就白棋立了，他防止你刚才那个做劫。现在黑棋飞了一个，飞一个，对对，在这个地方其实很狭小的地方，对，就觉得很不好做眼的地方，他居然做着做着就要做出两只眼来，还真是被他做出来了，被他做出来了。这个白棋挖断，白挖断，现在黑棋挡下来。这个棋，这个唐卫星，唐卫星的看他做活的本事哈，本事。这本来就是个快棋，你想一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已经是用的差不多了，都快。对对对。你说对，这时间也很重要。对，现在白黑这个挤先手，他白棋干脆就自己先团一个。这个你被人家挤到的话，这块棋太容易多出眼位了。是的，然后黑棋又冲了他一下，冲一个，这先手接上，对，再把这个挡住，挡住。这看起来还真是一个活形，就快摆出来了。对，他就愣摆出，这个是要抢的，嗯，这个要抢的，否则这眼位太，然后他白棋长一个。对，黑棋再补一个是吧？对，他是先特别搬一个，这个他要先搬他一下。你打吃我粘上啊，那个打吃里面是有眼的。对，有一个。但假如说这样的话，粘上，对，还要破上面眼，本来就这个地方不太好破了。这个眼是个打劫眼。是，就不管你走一个哪个，然后我把这个先打。对，那这个不行。啊，这木先推一把出来。连木你只能是这么打，提长它的。嗯。这是个打劫眼，那也受不了的。对，这个不行。对，这个白棋没这个气魄。这些先亏的。那个、打输了，这脚全亏进去了，这不行。那不可以。嗯。他随便找一个劫，那就了不得。对。所以让一下这个。这是忍耐，痛苦。忍耐，忍耐，没事。很痛苦的。再来一下。然后被人又爬一下。那再忍耐。然后继续忍耐。万一打完了，这眼破不掉了，已经。对对对，这两个他。人有个硬腿。对，这两个有作用的，做活有作用的，他是走的这个吧？他粘上。粘上，这个活了，你居然，活了。居然这棋怎么都杀不掉？活了，这个棋很有意思啊，杀不掉了。很郁闷，我觉得白棋，这个杀不掉，没办法，好像。这如果杀不掉的话，我觉得黑棋是不是还不错？因为刚才这断开外面尖到了一下，又扳到了一下，对，再加上跳到这儿，然后这个地方虽然白棋连通了，但是这儿都有先手，这个头也出的不太好，对，我觉得黑棋还不错，好像。反正黑棋走的很勉强，但是呢，他活了。活了呢？你要说他一定好也不见得，但是至少黑棋也完全可以下。
对，应该说没有不不满错，的道理，哎，还对，行，这个下的挺，这一块叫治孤，成功。那么这个地方先放一放了，他先冲了一冲下，那个，那先，哎，这都少一个劫财，先对，慢慢。我老觉得白棋是不是看错了，还是怎么回事？也可能，有点不甘心的意思，嗯，这冲一下，对，不然他去他可能冲了以一下为干嘛？断断先有手隙啊，啊，对，后来看断也不见得行，嗯，没什么用。他走的什么呢？他然后是他走走的到这个，这个啊，他走到这走个，这个，嗯，然后被人家箍住，他走的这个，然后尖一个，是要尖出来，就在这个地方，白棋做出一个这样的形状，对，嗯，这如其果实，这个过来一路怕他拆二，刚才不给他留成拆二，这个地方还有个打入，对，他这拆三，这是。这个慢慢再慢慢下了，这就形成了一个慢慢下的棋，就拼控，拼对，控，这啊，棋下到这样呢，就是这代算是告一段落了。对，黑棋刚才刘老师说，这个黑棋制孤成功啊，对，算是活出来了。啊，那么接下来呢，这战线依然很漫长。对，非常那漫么长。我们给大家留一些点思考的时间，看看接下来黑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下法啊，给大家先考虑一下。好，好的，休息一下，一会儿见。一会儿见。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金立杯第六届海峡两岸争霸赛第三局，由柯洁对阵唐伟欣的比赛。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就是这白一棋块刚刚啊，尖了一个，对，对，这块已活经完告之一段后，落。白棋在那边打入尖一个，现在该黑棋下，黑棋下面那个方向往哪里走，是吧？对，这是个问题。其问实这题，个局面也不是很好选择，因为对，接下来黑棋可以选择的点挺多的，但是方向不明确，是，到底应该往哪儿下，把这个拐住，我觉得也是，挺大的也不错，对，他先点了一个二路在二那儿，路二啊，他在这个地方做准备对，了。他先做了一下准做准备，这个呢是常见的一个手段，备。就是常见的，就是说弃子手段，这常规的，您总是要吃掉，这个总是要挡住，白棋挡，那么你再往上走，是吧？黑棋可以去冲一个，冲一个，这个要么现在搬，要么再退一个，一般的是多吃一个比较好，退一个，退一个，你再来送一个，这个棋就得扳住了，你再长的被它。就往前走了，这就扳住，然后断一个。实际上他是要弃子，弃子，对。弃他子。不是说要把那个点的子给拽出来，对，这太费劲了。你要是往外走的话，他打了一粘上，这个棋就抓不住了。所以你这个棋啊，黑棋打了粘上，那白棋不可以。现在所以白棋顶顶一住，个，没有办法。然后呢，这个棋啊，它黑棋是搬的，扳住。对，这个棋白棋是要一路搬，这个是白棋杀黑棋，就算你点着了粘上，这个也是白棋杀黑棋。他就一路搬一个就行了，对，吃你个就够。千万就算这个黑棋，这个是先手，这个棋也是黑棋，不要再跟着走了，因为在这儿走了，这个是也是死了，这个就损了，越走越损，是吧？对，所以黑棋不要去走弃子就行了，这个棋就不这要黑再点。棋原来的它的规划就是在这儿是这打借一用个。一下，粘对，上，然后干再脆小尖掉，就交换掉算了，走成这样，走这样之后，然后再拐住，对，这个很大，这儿走了之后算弃子，但是它加强了自身，这个地方厚了，暂时它也不去粘，那么把那个拐是很要紧的，因为它下面有段，这个长都是先手，拐住之后呢，这个也给它形成了一个威胁，也防止你打入。对。现在白棋不走的话，它会断。如果白棋脱先，是吧？对，你要它会断，所以还是得走。这有个断，有个断，打吃它立力，下来，对，挡住这的一话，吃，这这就麻烦了。这一吃，这就麻烦了。这麻烦，征子且不说，征子现在也给，现在还征不掉，暂时挣征不不掉，掉但单是单。这外面连走两个，他受得了吗？对，那借用那就。连来两个，我就算走得不难不，看一点，这个这下顶法不住，太这个多了，顶不住。你就弯腰走，他吃吃把这两个吃完了，他你就受不了。再一个还有一个包，这也不用那个什么了，我们直接直就接吃直光接明这了，样吃就干净了，行这都不行，这了。个对，就这完肯了。定是不行，不能这么下这棋。对，这直接都不行，不是征子问题，直接就给包死了。现在白棋必须要补，他所就以是白棋搬一个，虎了一对，下，这是挡住，但是对，这个稍微损一点点的这个是，黑，他也没有办法了，
这个好，这个你走了之后，白起也没有去立。他走的什么呢？他靠进去了。他立一个其实很大，但是呢，他觉得控上不愿意被你补，他直接逃路。这个觉得白起立一个好像控不是很占优势，不占优势啊，啊，柯洁这个比较凶一点，被靠进去了。掏他掏控掏的也凶，两个人的风格也都都是比较强的啊。现在黑棋搬住，搬，对他没有尖角，他是直接给你给你摁进去。搬这个，对，这个棋。就是考验黑棋了，如果你退被他把脚给拿了，这个白棋太舒服了。太舒服了。现在黑棋。所以黑棋不行，不答应他。不答应。把这个脚先防住，然后让你到这边来做活。对。哎呀，这个地方那就有意思了。这个尖一个。尖一个。他没有说，他要直接做活，是不是可以虎在底下？虎一个是一个行，对啊，虎一个是行。假如说白棋虎底下，这个好像做活应该不是。他这个棋最狠的就是跳，跳住。哎，对，跳一个，对，那就挡一个呗。对，挡一个是挡一个做活，挡一个他搬粘，那就冲了，对，冲了，打了，对，走了，他就是这个是。最差的是这个是应该是活了，这有点难受，活的是。活的不舒服，不舒服而已。他也就这样。对，活了。啊，他这被打一下，他就忍回去。对，大概就这样。活是能活的。黑棋走了一个铁后。两目。对，然后黑棋在这个地方飞起来。大概就这样的形状。但是可能白棋觉得太委屈了。委屈。有点不舒服。不舒服。他是想煎一个再回去也行。他是要活在外面，给你留点毛病。那活得好一点，对，留点毛病。对，但是这个棋啊，唐伟星也是下得狠呐。小尖，小尖，他就先尝他一下，尝一个，粘上。那尝，再把这个拍掉。对，这个他也都不肯弃啊。这两个也死活都连上。如果这两个不要，把这个头抬出来，是不是也可以？对，这样。这个不把那个做。坐一坐，把那个这样对，再给他吃，然后再挡一挡，就做活呗。这两个子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吧？他不愿意弃，他心疼了。再挡挡那个，这就比较温和一点像，对。那我觉得比前面活的还好一些。温和。我这两个子死了，至少没有像刚才那样那么铁厚黑棋。对。黑棋刚才太厚了，太厚了。这个变化图，我觉得比刚才那个还好，比那个好一点啊。对，这个棋子算了，他可能他是觉得粘上先手，这里面有点什么棋。对，他觉得这个粘上先手也可能是快棋，他也错觉也行，对，不肯弃。这里面就让你这么活干净了，他是粘上的。他粘上。粘上，那你要说这里面他为了杀这个棋，从局部的角度，你这个粘还不是双的。双在这儿，这个弯在这儿，弯在那个地方，弯在那个白棋弯，白棋的形状是弯在那个地方，比粘上好，对外面好一些。对，但是他这个紧着气，我们看他走的什么啊？黑棋他是不是这个地方动手了？黑棋现在飞一个。对，所以他在这儿动手了，他在这儿，他以为这儿能杀他。他断。他以为能杀，没想到啊。他黑棋没不是粘，而吃在这个最俗的一个吃，结果里面还是没棋。这里面这个眼啊，你怎么都是破不掉的。对，你如果这个棋放在这里吃，它能够包吃回家。结果那个黑棋死了。那个我看清楚了，那是死棋。现在不同，现在，是活棋。怎么都是杀不掉的。那杀活棋，你比如说，因为他如果说他得先把这个冲掉，对，冲掉。假如这个死活是，他没注意。对，环住，然后如果是他如果挡这个，可以挡。对你点的话，不，你点的一路啊，你没有一个那个什么，点的时候他粘上先手，不，他就挡住这就行，挡住也行。挡住你的扑，挡住他得扑，反正这个粘是先手。对，这一挡是个眼，那你要这个没有子，当然不一样，就是不是眼，就放进去来个那个直三点，那就死了。
现在不同，现在下面是个眼，这儿因为这儿有子，这个也是他误区，看错了。所以刚才那个黑棋这先搬爬到，哎，对对对，有作用的，那一路是有，非常管用的两下，坐后有作用的，就是，对。这个我估计是柯洁，我觉得他可能看错了，看错了。要是看对了，这应该不会接上，就不要了。这两个子是那个是那边大，对。现在走成这样呢，那你这个就已经走下去，被他长完了，那儿又打完了，黑棋动手先飞了，先飞。关键是黑棋啊，唐维星这个时候得理不饶人了。他这个有个好手，他可以一路打，他不是接打的，他不是粘的，他是一个一路打的。他以为粘打人家粘先手还能跳出去。这下手了，打这儿，这是叫做下黑手了，下黑手，下黑手。这白棋吃的时候，他不去提了，他来一个总吃，这个太这跑掉了。现在，这个狠，这现在跑不掉。这个他可能是始料未及。对，我觉得他可能是肯定是哪看错了，多半是这儿看错了。对，可能没注意。这样，要不然就是这下没看着，反正不是这儿没看着，就是这儿没看见。下面这个就白棋，他是不是提一个先？先走了这个。哇，来一个狠的，黑棋直接要全吃，不是要求把你全部吃。全部吃，这个棋啊，真的是来吃柯洁。柯洁没想到唐维星，这么下毒手，把他这个整个要吃掉。就像这种招法。其实没多难，如果做死活题的话，很容易看到。但是你下的时候就很容易漏过。对，这个之前就是说白棋这个粘是个机会可以刨的，还有这个时候被他这一打就已经没有选了，只能往前走了。是的。好，我们看他下面怎么脱险吧。他提了提示，那继续吃，既然吃了的就不要客气了，然后把白棋把那个，他先把它飞断，飞那冲断，对。这就是硬吃了，然后有挤，那个是先啊，对，他挤的，挤了，对，这个棋啊，他飞这个也是个好棋，你要冲断他就蒸掉了啊，没有蒸死了，蒸死了，对，现在先飞这儿有冲断，等你挤的时候，关键让你挤来撞一气，他主要想让你把这口气给撞上，对对对，关键在于撞气，对，现在挡住，他是跳的。跳，你必要吃它，必须要这么吃。它只能这么下，哎，对对，没有别的下法，只有这么吃。对，这个时候白棋再粘上，再粘住，对，粘住呢？对，这个棋你这儿如果被我一路打过来，那个气脚上的气不够。对，现在对这个吃也是最狠的。你如果粘它补上面了，如果一粘补上面，这个脚是活的，你吃不掉，应该是这样吧？就觉得这棋已经都死进去了，这柯洁还是在努力的挣扎，至少是。这个棋，我是觉得已经。如果我粘这个啊，粘这个他补这个啊，那么这个，但当然虎上也是活的，虎上对，那就虎呗。他打吃，打吃我就立下去吧。立下去，对他提了，正好是活了，正好活了。反正只要能活就行，活了，你活了白棋就死了，关键是，对这个，那不行，这个这样是一提一粘，那个正好拐弯是四个是活的，那就你这个就都死了，只便宜这一点就不行，这个没有办法，那所以那个这个粘也不能粘了，不能粘上，那么怎么办呢？白棋一条路是冲断，那只能冲断，冲断，没有别的招，这个是最后的一个希望。因为你别的不行啊，对，这你要这个时候打出来，那再粘上，那就行了。那棋已经吃通了，哎，对，冲一个，冲一个长，这个时候只有提了，然后但我能把这个闷住，这是唯一的希望，我觉得他好像，闷住，对，闷住，你现在就是变成了你这一块跟这一块了，但是这个白棋子力也扔进去太多了。现在你断我走这个紧着气啊，气好像黑的还是长啊。这如果说这样杀的话，就很难讲了。他可以先把这个虫，这个都没关系，都没关系。这个这样，外面不一定蒙得住，蒙不住，蒙不住，他这还能粘回家呢。这个气，
这个气长，你要在这儿，这个都不怕，这太渺茫了，这个都不怕，这个都不怕，前途渺茫。白棋这个气长，你这个气没那么长。冲完了一，哎，这个是白棋希望这样走成这样。这个好像杀棋有点悬了，这圈。对，这个是白棋希望。这至少已经打劫了。这样黑棋很危险了。对，这样黑棋危险，所以不能这么想。那这是黑棋的希望。就是白棋的希望，白棋把它蒙住，那么黑棋呢，冷静，冷静，冷静，吃一个，吃一个的时候，你即使破眼被他提了，这个他就干收气啊，他打吃你粘不上的。对，他这个他是这样，他如果说你破眼，他提这个，然后挡住他，他就叫吃，他叫吃，那就成连环劫了，有可能。啊，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劫白棋永远不能粘，粘让你气不够。啊。这个棋就白棋，你想你一粘上就几气啊，四气。黑棋就外面的一二三四五就多了，就外面的这二四五就已经多气了，就是你粘上是不行的，所以说你这个变成连环劫了，所以这个正好还白棋不行，这块棋硬生生的给它吃掉了。对，这个唐维星也是很强啊。吃棋他也不含糊，吃柯洁的棋，那么他只有实战冲，打吃是只能粘上，没有办法。他做眼，对，做眼，对，做眼其实也挺狡猾的。他如果说白棋挡呢，他正好一路搬一个做劫，这样又是连环劫，对，连环劫，就不存在打劫杀的问题了。对对对对，也是个连环劫，你打了他一打，这个你提我就提，你粘呢我这就点进去，你正好不行，气不够，对，这个就黑的杀白棋。所以呢，白棋他就跳一个，不让他做这个连环节。对对对对对。但是这儿的目数又差一点，这个叫吃，这个缓气劫吧，缓好多气，缓好多气，这个缓好多气了。这个缓好多气。对，你即使走完再走，再走两个，他这两个走完了还是打劫。对，那我甚至我这个黑棋是不是要走这个？都可以考虑，一手挪到别的地方，但是呢，大家现在就优势一时了，因为，这个转了一圈啊，白棋就是把这个连回来了，你那个损了不少，这个白棋亏了，就这个时候黑棋赢法就多了，下法很多，下法很多，这个棋白棋大损，你这个本来人家一个大角没多少，就是你这个掏啊，掏的半天给他扔进去多少目了？这太多了，这个本来没有多少目，是的，都乘上二十多目，现在你看都扔进去那么多，这个亏大多了，这个是柯洁的失败，现在那就是看后半盘了，白棋继续奋斗。这个不过白棋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地方？就是这里它有很多劫财，劫财多啊，对，对。但实在打劫，但是缓很多气，就说是的，他走，长一个黑棋也长，长一个对，白棋拐一个，把这个粘上啊，这个就连连上啊，这个也是正常的那个，这因为前面你动手也没有成算，那面还有头，是吧？他这儿也有过，你打入也没啥意义了。这个棋呢，黑棋优势，黑棋优势，黑棋明显优势。白棋继续啊！这个是机会，看中间怎么样？你粘上我往一长呢，你这个拽着你这个，我这是一条铁棍，这个后，往那儿赶，这存在着机会。对，这个是这么下的哈。就是这样，然后黑棋这个如果硬接的话，他没有接，他气掉了，他有可能被人家跳出来大吃。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整个要全死了，那还是太大了。是，所以他就算了，他断一个，断一个，断一个，那他赶紧补接。我就觉得是优势一时，他觉得我觉得这个不小，这个抢这个吧。啊，这三三好大。那个不要提，去抢这个，现在再抢两步。要是我是再抢两步，我说那个不走，先抢，让你补两个还是个打劫？那我就慢慢打吧。着什么急？因为你这走这是当官呢。我走一个，你再走打劫的时候再抢什么，我就可以提了。因为黑棋。一个是你缓气节，再一个黑棋抢抢关子，你且忙活呢，这个。对。我觉得应该抢，更安全。应该抢木。应该抢木，应该抢木。要是我是会抢这个三三，太大了。他是走什么？他提了。
对，他那么白棋呢，他是白棋打吃，打一个，这个是啥意思啊？打吃完了就准备靠着，哎，对对，要这个，不是尖三三的，这个太大，这个太大，嗯，哎，刚才你没抢，这个就是黑白棋的机会了，你搬不动了，嗯，这一断就不行了，只能团一个，是，哎，然后挡住，是吧？再冲一个，再冲，再冲一个，它长，长一个。这一粒暂时没，暂时没事，一粒是黑沙白棋，嗯，但是这个巨大，你跟黑棋尖完之后还有飞，差多少？嗯，黑棋赶快搬到棋了吧？他就是提了，他这儿他觉得花两手，优势一时，他心里踏实，优势一时，把他劫提干净了，现在已经，嗯，明显的优势一时，啊，嗯，这个提了，那就收官了，是收官子，嗯。嗯，白棋一路立了一下，在这儿，在这儿立了一个，对，哦，这个立是先手，要不然先手这个再搬，再立再挡，这个以后啊，你看再立，不是你要是白棋的话，他这个就，白棋立，哦，白棋立，挡这个，他可以搬，可以搬打劫了，是吧？对，可以这个打这个劫了，这是一个景气劫，哎，那不行，嗯，还是补吧。他是黑棋，黑棋弯了，弯了一个，补一个，补在这里，好的，嗯，是的，白棋收官了，这个也不小吧，爬一个，爬一个，爬一个大，最大的没有了，嗯，这是爬这个吧，爬这个，嗯，这个很大，嗯，他是在之前再交换了一个，白棋啊。那个是不是再冲一个？一哎，冲一个，哦，哎，冲一个，爬之前先冲的，哎，对。白棋先冲这个冲，然后他团住，他打了一下。打了一下，嗯，打了一下呢。刚才我们说刘老师说这个地方点的时候，哎，底下有眼，现在不懂了，你得小心，现在你可不能不理。对，如果你走这个被他那个死棋，是死了。对，死了。啊，嗯，你走那个，他这一冲在这，因为那个打就是起作用了。嗯，对，比如说现在。白棋和一侯冲，哎，对，你挡住人家一点就，对，这个不同了，你走这个我就可以点进来了，搬死，对，把这个点进来，嗯，再一走再点，嗯，你这个吃这个吃这个我能提了，对，刚才那没那个子提不住，嗯，哎，就差这一点，是你如果粘这个我能爬回来扑进去，对，那底下不是个眼了，嗯，这个就差很多，这要小心，嗯嗯，这个在打的时候，这是看似官子，实际上是一个死活问题。现在是黑棋的必须补，黑棋挡住了吧？对，黑棋挡了，挡住，对，然后白棋再爬，爬了一个，对，这个抢大官子。嗯，但是这个时候呢，黑棋他这个因为吃的太多了，前面吃的太多了，吃太大了，这距离，但是他又拉近一些，嗯，拉近了。本来应该尖这个呢，距离没那么近，就是一个打缓气节的问题。对，现在他就是收官，嗯嗯，黑棋现在飞起来在这儿啊，飞这个啊，飞那个，飞这个就守守牢吧，是飞这个，对，然后他靠了一下吧，黑棋靠在这儿啊，白棋靠一个，嗯，然后他搬这个走这个，嗯，对，加一个，加一个，嗯，那他退一个是吧，收官，正常收官，我倒觉得飞这个可能尖一个也是可以考虑的，这样他被他撞两下，这个可能跟这个胜负不是没什么大关系，是吧？吃，然后是他粘上这个结果，粘上这就是说这个呢，哎，能捞几目，嗯，哎，有几目棋的这个收获啊。来断打，断打，嗯，现在黑棋先跳了一下，他下的挺谨慎的，他就觉得这地方可能这跳很好，有些味道，这儿有个扳，这儿有个扳，对呀，嗯。这个跳他防了一下，他就这么侯一个，嗯，那被黑棋便宜了，对，走着一下肯定是便宜了，毫无疑问，那他就把这个跑出来，嗯，就走了一个实战手，打一个是吧，他就跑，对，实战他就硬跑，对，硬弄跑，对，粘上，硬跑，然后把这个挤过，那个挤过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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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这个黑的这一路收也收了简明，对，比较简明，但是可能看清楚了，他可能看清楚了，判断是够了。他的判断觉得这样形势不错，是吧？现在，现在白棋小尖了，小尖是小尖的啊，对，小尖一个，嗯，他就
他就挡挡，他反正能挖死，挖，能挖着。对，那黑棋也不着急，黑棋就把那个搬了，搬这个，他搬这个，他虎一个，一路到虎的手。这个急了时候扑劫，但是一般是不会走的，不会。那么白棋是不是虎这个？他是走这儿。哦，白棋吃这个。对。哦。那我也没看出来，他不吃这个有什么问题了？他最多就他如果虎这个的话，他被人家击打一下，对，冲完一个再打，然后再打两下，打两下，连着两下。是。他不舒服，不舒服。那这个不是也一样吗？对呀、啊，有什么区别？哦，这个我不明白，这个是不是看错了？不是吧？你看啊，实战他这个就挡他是冲的，冲一个、那就挡住了，挡住，然后他再挤了他一下。哦，再打的时候不一样，你现在啊，就说这个不挤啊，他这个你再打的时候，他能后面走，后面叫吃。哦，他不是粘。我们再往后看看。嗯，好。嗯，可能有这个区别。对，现在不是他吃这个吗？他紧着一气走的白棋啊。他现在如果说走这儿，走这个，那么你再打吃。打吃粘上。对，他冲。冲挡住。对，这叫一下。接上。那这还能叫一下。对。是吧？还能叫一下。对。然后他粘上。哎，对，再补一个这个。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走不到那个。嗯。现在。你是白棋打吃，打吃他吃，吃的粘上，再冲，他走这个，挡住，脚吃。打的时候他可以吃，他提了一下，后来我记得他是下成这个形状，就是被黑棋挤住了。被黑棋挤了。对，被黑棋挤住了。哦。那他就是提掉的。不是这个棋啊。这招棋啊，是在他冲完挤完之后，他走在这个。哦，那我们的次序可能没有。对。这个棋有点意思，它是这样挖成这样是吧？对。然后黑棋搬了一个。是黑棋啊，是先尖它尖的。哦，我这步棋。对。我知道了。知道了哈。我这步棋。这个顺序，这个地方顺序没摆对。这个官子顺序，它是先尖，黑棋尖，它是走的这个，对，然后再这个。冲。对。挡住。然后他再挤这个，对，白棋粘上是吧？白棋冲这个，白棋冲这个，白棋冲，然后他脱先了，对，脱先，对，脱先他搬了，搬虎了，搬，我知道他搬虎了，对，然后他再打吃，打吃，然后吃一个，对，提掉，黑棋把这个挤了，挤了，对，它粘住，粘住，粘在这儿，对，粘着，然后再把这个补了，虎一个，对，下成这样，下成这样，这是一个定型成这样啊，把这个冲掉，冲掉，对，挡住，把这个挤了，粘上，对，把这个也粘了，对，这个他把该收的都给收了，基本上提了，提掉，对，提掉。
这个棋白棋就没有什么了吧？白棋对，基本上都是小官子了，就没有什么大的出入了，应该是棋。后来就粘上这个。嗯，粘这个。嗯，这个地方是黑棋先手。冲了弯了，冲掉冲了，弯掉。然后弯了。对。粘上。嗯。官子。嗯。这个该黑棋了哈。嗯。黑棋，黑棋的下面。黑棋搬粘了吧？这个。搬粘。变下成这样，这个搬粘之后呢，这目白棋是团不上的。对，他团这个，他就挤这个。对，这是小问题了。对，这都没有这一目官子了。对，一目官子就胜负已经定了。啊，嗯，后来就收成这样，他粘这个，他也立这个。对，嗯，然后他就粘这个。嗯，黑棋把那个团了。哦，要团先手。嗯、对，这个教师。啊，对。走掉。冲一个。后冲一个。嗯。把那个吃了，脚上吃掉，吃一个这个。啊、嗯，他把这个走了，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嗯，白棋粘上，然后就没目了。然后他就打吃，他就粘上了。啊、嗯，最后这棋的结果、嗯，对，最后这棋的结果是黑胜一右四分之三子，右四分之三子其实区别也差距已经挺大的了，大了就旁边十一目了已经。所以就最后，我觉得黑棋还官子还是收挺好的。嗯，他把这儿挤过了是吧？那么他前面的判断呢还是正确的，把那个吃掉。主要是吃太大了，确实是。这个前面主要是那个损的太多了。是的。后来他没抢这个，要是我会抢这个，我数不清目。但是他把这个都让给白棋了，还是小胜一点。嗯，没错。我觉得白棋这一带他肯定是计算有误。刚才，如果说他。算对了的话，他应该不会走这条路。就不要至少是黑棋长的时候，这个啊这个、对对，你就别粘这一下呗。不要粘，把那个活、活出来还是大。对你把这个二路虎活、这个如果人家冲过来，虽然中间厚了，但是这个胜负之路还漫长的很呢。那个吃掉三十好几目，那个太大了。对，是吧？是的，三四十目的棋那个给吃掉了。嗯，没错，这确实是快棋当中也是难免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容易看错，像这种手法。不容易看清楚啊，对，啊，那么最后大家已经看到了，就是执黑的唐伟新是一右四分之三子战胜了柯洁，夺得了这个海峡杯的冠军。好，好，那我们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